从越南运送到友谊关口岸只需2个小时，榴莲的新鲜度、口感将得到更好的保存，将受到更多的国内消费者的喜好。海关在实行严格检疫的同时，还通过建立进境水果绿色通道，实行7x24小时预约通关，大大缩短了东盟水果进口的通关时间。